对啊，你不用写，哎，我是你正科老，正科学生，我以为是正科老婆，大家都拱了嘞，是他自己说的，不关我事，是他自己说的。快进来吧，没有惊喜环节了，闹上了，卖吧。啊，我们一定要这么，要怎么着？啊，我们是，哎呦天哪，哎呦天哪，这俩，请起，请起，请起啊啊啊！我以为什么？ 怎么为什么要这样？这就是我在这儿教的嘛。啊，王后，你用不到，你高高在上，这些礼仪都还没有跪安。对啊，你不用写。哎哎哎哎哎！给我起来吧。小王老师看没有一个标准的，是不是？我觉得他上通告从来没带过我。真的？我是你正科老，不是正科学生。我十年没见了，我以为是正科老婆。 的确是你口误，你刚刚说了，刚刚是我的问题，对吧？是他自己说，可以放大，可以看一下，是他自己说的，不关我事，是他自己说的。对，他的口音，他进步很大，我进步很大，进步很大。现在开始不说话就更直了。 像疯了一样，你搜的脸怎么还是那么瘦？不用老的吗？哇，加拿大粉呢？请不要用老这个字，好不好？永远不见老，就是。全是夸你的，你看呢？你看笘笘真的没啊？虽然应该是这里年纪最大的，但是一点不输。什么不输？不输不输。服务员是什么？年纪最大的。我这个可以。我这个这里哦。 都不是我的，你写的是你们，是不是偷偷写的？都好像夸我，但是又踩我一下，这一定是他写的，太恶毒了。我还为了避嫌，我专门跑到新疆去写的。你看看，能看下一条啊？安陵容好美，就想读，我就想读这句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安陵容好美啊，我都没认出来，你怎么会没认出来呢？ 因为你看意识到是安陵容的时候，太惊讶了，自信气质太美了。安小鸟哪有这个自信的气质啊？这唯唯诺诺的，谨小慎微的，说明演得好呀。嗯，对呀，我感觉这些全都是我们自己发的，是吧？